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混油皮适合的护肤品。混油皮一般指 T 字区偏油，毛孔粗大，油脂分泌旺盛，易长痘痘、粉刺，而脸颊两边偏干。适合混油皮的护肤品，得要选择清爽型的，滋润型的护肤品不易吸收，油脂更容易堆积。清爽型的护肤品吸收快，较为清爽，能够抑制油脂分泌。选择护肤品时，一定要注意产品的系列的划分。